养了，我儿子养妹儿，几个俺老公还教我做个零食吃。我先帮俺爸爸下手把这个核桃给剥剥。这得白炖。这白炖一个大个的，都没有东西里边。啊、嗯。拿过来。拿这个。这哪门儿？哪门儿？他那这葡萄干要不要核桃？不用炒。核桃嘞？核桃不用。我只负责在边看，看我们咋弄，我记着，要不然我自己做。米呢？干的也用吗？米在这儿。这个都这样，都这样炸吗？嗯。有点下米。给米娃子放上着，好期待啊！给你下米了以后炸的有点发黄，然后再捞出来。扔到盆儿里。盆儿里。俺老公在家中摆糖嘞，就是把糖熬成糖稀，兑点水。换成汤稀，汤熬好了，搁点下锅，快速把那个加进去。这是吧？嗯。加入核桃，加入葡萄干。嗯，差不多。倒到这个是吧？容器里边，然后压平，等会儿干了一切就好了。不然它热的话，切容易散。你别听着，别听着了，要说弄好吃吧。我看你。米老头姐，他说名字叫米老头，来看看。嗯，我天，啥呀？好吃。对呀，你弄来弄来。他我叫你做这个甜食吃，我叫啥名来？这才叫他说米老头。耶，熟吧？煮着煮还甜了。小胖，小胖胖的，好吃吗？奶，来。太甜了。俺奶吃了哈，糖放的太多，不加糖稀吗？还有冰糖，熬了糖稀酱。嗯，行。凉一会儿。啊。那是热，热那都是热，那都是热乎。嗯。那媳妇做啥子好吃？